走吧，老哥。走。哇，哎呀，薄荷，这可以摘吗？花生，花生可以。不会要自己摘自己做吧？不会吧？你吃吃啥？我待会煮面给你弄点。好，我不要辣就行。哎，台球桌哎。哇，真有台球桌。泳池。真的吗？呜呼！欢迎来到营地3.0，请前往工具房领取你们的任务。一来就有任务，哎呦。这自己做的吧，真可爱。感觉像是哇，公路车，叫公路车。哇，大壮啊，大壮。工具间在这儿吗？这个我感觉是住这里。请嘉宾们快一点。哦，快一点，他们生气了。来，走。不会是赵小棠吧？哎，这种指挥别人的感觉很爽哎，我忽然觉得我好像比较想当导演。咱俩一会儿能过去，咱们要给他们做一个整蛊。我会说欢迎来到营地3.0。然后进来之前必须要做一段自我介绍，比如说咱们说杨晨，听说杨老师那个唱跳双全 ACE， 然后什么什么。那我们两个都不会满意，我们还演才艺表演，对不对？反正你就看着玩，怎么玩怎么开心。行。有这么多房卡，房卡我先都收我这儿。我写一个，想要拿到房卡，请到住宿区完成任务。是你在给他们提要求，对不对？对。OK。贴到哪儿？贴到这儿。今日任务目标状态吧。走吧。总控在哪儿？来了 ，CC 房。哦，这是总控。这么多房间。喂。那得我说话一会儿，对吧？得你说话，我说话太明显了。他在那儿笑，你看。哇，鱼竿呢？来来来来，想拿到房卡，请到住宿区完成任务。走吧，那这哦，那我们来这儿干嘛？这里是那个啦，就是装备区。花瓣呢？有人跟我挑一样的。有人跟我也挑一样的。你是哪个的？我是这个。哦，我是这个。请嘉宾们前往公告栏查看你们的任务。公告栏，走。足球鞋，还有速干衣。没有踢足球。餐厅应该也在这儿吃吗？嘉宾们快一点。生气了。生气。外出，外出，外出。我是住宿3.0，请在门口认真的自我介绍。啥呀？他说什么？我服借服意什么意？我借服意后，这什么意？他俩才是卧龙凤雏，我聪明点吧。我同意后，这怎么像同？我什么意呢？这什么字啊，老哥？我同意。我就说我同意嘛。他听得见我们说话。我凭什么要取得你的同意啊？你在哪？是老板娘啊？赵小棠。应该不是他吧？这声音。各位嘉宾请遵守游戏规则。各位嘉宾请你们尊重游戏规则。你还有戏？这个游戏规则是我们定，咱得瑟了去是吧？别理他了。我们去别的地方住，走。你定不了一点儿这尊重规则，抓紧。这鄙视他，他说什么？你们定不了一点儿尊重规则，定不了一点儿。我的规矩就是规矩。哦，俩人都不定规矩。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Yeah in the house， 在这边站好，请开始你们的自我介绍。没锁、啊？对呀、啊。哇，好可爱哦。我要生气了！在这，嘉宾们，请在这边立定站好。立定站好。在哪儿站好？咱跑起来吧。请开始做你们的自我介绍。这肯定是。啊，我。穿白衣服的那位，请开始你的自我介绍。我是甜心村的二傻，大傻是那个赵小棠。我是甜心村的。
三傻，大傻是赵小棠。对。还有什么吩咐吗？还有什么吩咐吗？你们两个卧龙凤雏，是不想要房卡了吧？对，我们就不要了，我们走吧。我们就走吧，要什么房卡？这应该就是房间了。会真要房卡吧？哇，要房卡，不然进不去。完了，任务是啥呀？果然，你等着，我去治那个气。谁是大傻？你们两个给我讲清楚啊！他在这儿。谁是大傻？你们两个给我讲清楚。你呀、啊。哎呦，你有房卡是吧？我有啊。是吗？真有啊！我刚刚做完任务，你们要做任务，不做任务你的任务呢？啊？来，我们下去找你吧。你做了什么任务啊？要这样，对着这个，对，看我啊。啊。你好，3.0，我是赵小棠，今年26岁了。我的爱好是。我的爱好没有爱好，没有爱好。我的今日标准就是努力向上的做好每一件事，加油。然后等他如果跟我说话了，我才能好。他说了吗？他没说。3.0，Hello，姐，Hello，你们好。3.0怎么回来了？3.0，哦，你是3.0啊。3.0，我们以为你是3.0。没有，你们还要做自我介绍啊。那现在谁在看呢？导演吧。有人。3.0，请你自我介绍。这个介绍有什么用呢？非常有用，不然大家可以个人 solo。来吧。哇。Hello 3.0，戏太多了。Hello 3.0，我是姚琛，今年25岁，然后什么来着？身高体重，身高180，体重62-63左右，兴趣爱好特别多，没了。可以吧？因为他刚刚有 solo 一段。好了，下一位。3.0，你好，我是陈立农，今年23岁，天秤座，身高183公分，体重70公斤。我的兴趣是唱歌、打台球，还有路亚。3.0没过，因为兴趣爱好是唱歌，我要听唱歌。好的，我的老板说兴趣爱好唱歌要唱歌，你就别对那儿了，对这儿自我介绍就得了。那你点歌吧，最近主打歌。每一个陪你疯狂陪你做的梦，哦，是属于我们俩的，他们都不懂耶。哦，好甜。最棒的一位嘉宾，我的卡怎么在这儿啊？跟这儿自我介绍没用啊！咱俩住了，走。接下来有两位也要到达现场了。哎呀，大壮，大壮，大壮你也来了。你好，营地3.0，我是闪电云晴，就是我喜欢说泰语。好，来一段泰语，可以吧？可以。สวัสดีค่ะยินดีต้อนรับเข้าสู่รายการนะคะวันนี้ดีใจมากค่ะอยากจะให้พี่ๆนะคะมาดูกันเยอะๆนะคะแล้วก็อยากได้คีย์การ์ดสักตัวนึงค่ะหามหาม我们要走上 international 3.0你好我是袁姗姗兴趣爱好是模仿姚琛模仿我我卡也没有我还得快点给姗姗姐来再展示一下是你模仿我干嘛就得干嘛了对来个简单的，来一点歌。对。啊！来吧，来吧，姐。这好毒。模仿我呀！好狠呐、啊，可以呀、啊。包租婆在这儿呢，你还在这儿当包租婆？在你这儿。对，我这不好意思各位。所以我也有。有。我们是住在这上面吗？对，走，那我们先去看吧。那我们进房间吧。这是001。001，看一下呗，卡。我们看一下吧。这个是单人间。单间，对。我们有几个房间呀？6个。那我可以跟老舅住这儿。嗯。我替老舅霸占了。那我们就住这一层。就住这层吗？我们就一起住这层吧。也行。大食堂的午餐已经可以开放了。好，我们走吧，我们去吃饭。
臭脸女王。我脸这么臭吗？哇，刚来的时候我说怎么伞你不开心吗？你说刚刚吗？对啊。那你遇到我会觉得压力很大吗？有一点。但你看起来好像跟他认识十年的样子。是不是他看起来跟谁都像认识十年了。你是村花，他是村长。村什么？村主。你是村头大傻。你们三个老虎把我一头牛放在哪里？给你们当司机。所以你开车呀？牛啊，你真牛啊！非常好，小唐，一个 team 就需要有你这样的人存在。